伊也算是咸丰三年，伊创馆的吼，百外年、一百六十几年的历史。安尼有法度你拍鼓，啊，阮用琵琶。好，会使啊。金舅，这一期妈祖跟陈林干是红衣结婚呢？可是不对吧？你家不是做布袋戏的吗？为什么毛新尊？每礼拜三暗时十点半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